讲，你安尼知道？啊，所以师傅，因为伊穿嘞，啊，就安尼行，这里叫做混混啦吼。咱若依佛教信佛，咱若要去甲人混混过，因为佛教上内底当中，因为混混就是去大殿内底啊，输啊行，就对向好边行，你袂使讲诶时阵去倒手边行。哦，这个不是两规矩啦吼。啊，这个有转那是叫做顺不顺啦吼，安尼对啦。那第九句的当中叫做合掌恭敬，这个合掌叫做两只手合作伙。哦，咱今天的道中就是安尼啦吼。那这个哦，咱的这个九九八十一嘛吼，那这个佛教就是安尼嘛。你只能去到泰国，哦，伊的合掌就是安尼。那合掌两只就是叫做哪？叫做信业，那叫做意业，叫做口业。定恭敬，那叫做三业虔诚。啊，这个三业虔诚，那叫做三业恭敬，啊，那叫做合掌恭敬，合掌恭敬啦，吼。啊，这个啊，这表示咱的意业，离意业是无相。这个意业也叫做我们啊，这个啊，咱的心合掌表示叫做一心虔诚啦，吼。有。甲做合作伙叫做一，虽然叫做能，袂使叫做分离，叫做合掌，啊叫做一阴一阳，啊叫做合掌，吼、哦，安尼叫啦，阴阳合一，你袂使无安尼咧摆啦吼。所以你咱张凤谦伊是叫单将拜佛，哦，啊伊叫做合将拜佛嘛吼，啊咱两面咧，哦，啊叫做合将拜佛吼，哦。九九八十七，有一个历史性的物件吼。啊，这叫我们叫做合掌，表示叫做一心，哦，叫做一心。你讲啊，夫妻是两个，咱是不是讲叫做一对夫妻？嗯。那我们叫做两个夫妻嘛，还是两对夫妻嘛？啊，夫妻要同心，啊，其力才能够贯心，完了不？嗯。啊，夫妻能够同心。一个人要安尼，一个要安尼，啊，这有叫做核心的无？啊，咱一个学的，咱会当甲众和、甲佛和，哦，甲是啦，同修和，叫做大家和和，啊，叫做核心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和叫做皈依嘛，它没有恶，哦，这个核心你告诉我对方中嘛，吼、哦，它有很多的解释，安尼对了吼、哦，你咧对方嘛，甲你讲，甲你讲啥？我修道一定要合佛的和合身，身和同住，哦，口和不争，意和同悦，哦，戒和同修，哦，力和同心，见和同起，这个六和身，啊，这个合，这个没啦，没合合，啊，所以因合教的艺术，就是讲一切都爱来合，没再多合。哦，啊，无好就是无同修行，所以修行就是讲，咱这个心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身体无有十德用，这个口业就是无福口、良心、妄言、意义，哦，这个智业就是叫咱个这个心，爱叫一心清净，安尼叫做三业清净，嘛就是干脆叫做三业一心。这个意思啦，吼、哦，合掌就叫做三业一心，唔是做咩咧？合、啊、这个处别咧，啊唔是做合掌无意思，这一两点就是意思原来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咧，你三业清净来对，能够一定有烟想要是方便啦。各位那个想方法，咱这个修炼，尤其这个社会，这个是恶业有严重无？是恶业有严重无？是。三个五根根，德这贪贪，德就是贪嘛，哦，贪就是贪嘛，不是咱两个起的，无大贪无小贪嘛，哦，啊个点哦，你莫看咱修行个修行，德就不贪嘞，嘛心内底当中，咱爱看咱当下你个心呢，你个心有一个起心动念，迄有一个一念啊二念，一念会发生起了哦。你无去想，那物件叫一念，叫一心情。
伊约就是想讲，本来你甲克，上来这里才克去，唔敢克，安叫做伊约呢？好，今日我要出来，我一个家长，看到可能去找我过来的，啊，一卡吼，我咧即个才落雨了掉，啊，伊嘛知咱有咧办迄个做做爱心会，啊，是过去曾经阿拢去找我，啊，找我我袂怕，因为。这个十六家嘛，啊，十家就跟袁义庆、袁清义嘛，伊是十义嘛办唔对。啊，我拢想讲，袁清义你去干嘛？你去看人，啊，这唔需要救济，啊，唔需要救济。啊，进京来，啊，我唔就是，啊，一卡是怎啊上路？啊，伊讲，迄个这个卡啦吼，讲有到香港一个郑长国一个郑什么郑什么燕那个医啊，安尼。啊！我硬啊，我要出来先。我向不人，佮伊十六甲五件，惊我遐叫，安尼咧发弄，弄袂到我遐坐咯。我睇咧，哎，这是甚物人？啊，乌暗毛，啊，我看是甚物人？啊，讲个话都无啥声尾，我嘛出一个，啊嘛十五就叫啦。哦哦哦。啊，这是甚物来自何方面人物嘛？吼。啊，即个就讲。哦，伊就是人家，啊，十六家迄个什么啦，哦，安尼啦，啊，就伊讲咧，下来的时阵啦，吼，啊，就坏，伊个脚呢足可怜，啊，要人接，啊，过去，而今年，而且年头，一叫个救济一届，啊，这一年当时咱就叫有哪啥个，啊，拢差不多一年啊，救济一届，一年救济一届，啊，即摆过来一年到，安尼，啊，伊不得叫别个。哦，迄、那个叶凡讲，我本来就是个，但是是咧想，我即摆咧讲是讲迄个念字条，我本来是想无爱插，伊连拢讲，你当来找我尔，你进前啊，哦进前来找我，我逐摆你过来找我，你着直接去找了，你逐摆要来找我，啊，即摆叶凡就讲，啊，你找阮副经理，阮副经理来帮伊，你着，该记点的话，啊，从拄拄我遮来，爱逐摆来找我来对，但就不第一点。真的，我是想，这哪安尼会告别吗？没有没有，起码呢，马阿都盖牢了，阿都但是是卡钱嘛做，阿嘛无事业，阿不嘛，带钱破破烂烂做，我想嘛可怜呢，对十六个惊到我遐，十六个你听无？十六个中奖，十六个唔惊，惊到我中名，阿中名为着要加化验迄个资料，后再又去惊惊到厝。安尼对了，我大声笑，我说你不管是来笑我，我来做麻烦，安尼对了。有迄个念头，阮太太上下我说，可怜，啊，你才见到这样，你发迄个念头，我想不想着，今日囡吼，咱会当救济啦，会当帮忙啦，啊，伊遐可怜，啊，咱今日啊，可能讲远志一手，咱安那做袂到。啊！咱就马路上，即使本来平安啦，伊行到遮嘛是，咱嘛了解伊遐啦，嘛是无必要打坏伊个。我即摆出来了吼，啊，车开个，我去遐见个，我见见我咧跟伊去，我吼，迄个恁家长迄个一块打开，安尼，啊，你个时阵要注意下吼，啊，不叫那个情况出现代志吼。我意思就讲。我第一念，我就想来唱，但是我这个第二念出来，我就感觉，好像有一点可怜啦，哦，安尼对啦，啊，所以我拄才讲，咱人，迄个贪嗔痴十二念这个物件，你讲第一念出来有四念，啊，你第一念出来，你第一念不是十第二念出来。第二念出来有四有，但佫差第三念出来，安尼听无？第三念出来就一句话袂做出来。第一念出来，第一念出来，第一念念袂出来，就是讲完全的，我伫思想上内底当中，连有一点仔贪慢，清清白白，清清净净，安听无？但是我佫想着讲，这物件要佮起来，想想唔通哦，就一个哦。安尼第二日冻起来，对不对？
啊，第二点，挡无条要走出来，气都起来啦。啊，这叫做第三样，啊，这个重要。哦，所以咱今仔日讲是讲三业清净，咱的十德缘，哦，咱的贪嗔痴，咱的恶口，咱的良识，咱的妄言，咱的意义，这是咱的修当中的。我嘛一直咧来关心，我做不做不做生意？修的是温和印度，温和汉毛脾气，修的是你修这功夫，但是你家己动好势，你家控制好势的。真正呢，咱只听到，咱听不了了呢。其实不给你些别个条呢，我无给你呢。那是讲你些别个条呢，啊，真正咱真正会忏悔物件。哦，咱真正爱清净、祥顺的忏悔，无真正咱个业障自身生起。以前在讲，三草不除根，看来呢？春风吹，雨停。春风吹又春，春风吹又春。斩草不除根呐、啊，你看，那来呢？春风吹又生。对啊，是不是都生出来？所以你先爱了解，好、哦。所以这个对朋友们，三业恭敬，咱真正恭敬，恭就是你想还得落去，你真正还得落去，你想还得落去呢？还落去不是真正还落去呢？哦，今嘛那些重生哦，人个内心咱真正对唔起，要对唔起，因此我讲有这个心态，拢还得差不多。哈哈，我肯定是咱对唔起。哦，啊，其实。这个叫做表象的功夫，但是表象的功夫给他带着方丈的心象，列心观的，这个叫你。所以呢，我哩想的来对方丈的关心哦，温和真正的心量修好我这个心，免得他恭敬这两句话免他做出来，恭敬这两句话免做出来，免对心量恭敬，对你修行恭敬。对个电影中间，但是讲，我想有一句话，我即话你代表讲，我讲一句话。你修分，你化解修分，修分才化解里面。嗯。仇恨要化解仇恨，顺便化解化解的事情，你相信无？嗯。会更加迄，但是更加的仇恨。嗯。为什么呢？恭喜，感恩，忏悔。你家己为甚物要拗人？我想有这个教务呢，出去卡等于会老鼠吞人呢，袂使吐出来呢。有影呢？咱听得了了嘛吼？嗯。拄到你个环境，现在怎样？嗯。有阵时啊，咱厝的不讲咱的话，无讲咱听袂嘛，吐不掉呢。医生，伊两个好，用心做单单，拄到你就知。嗯嗯。这是咱要修的功夫，啊，这是咱真正的这个修行，这对咱家己有帮助，对方，你要恭敬恭敬讲，对方拢都无关系。